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伯南克他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上，他引入了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创新。这两项政策的发明人就是这位伯南克，今天刚刚被授予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美国有很多著名的研究货币的经济学者对他这一套货币政策其实是持批评态度。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有一位我非常的熟悉，就是伯南克。我想伯南克很多人，特别是从事金融的人，做投资的朋友，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或者都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名。他有名主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而是因为他长期担任美联储的主席和美联储的理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伯南克这个人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正好发生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那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伯南克他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上，他引入了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创新。这个富有争议的创新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般的朋友也搞不清楚什么叫量化宽松。说白了，量化宽松就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从市场上购买资产。比如说中央银行印钞票，从银行，从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手上买他们的资产，那么这样就把印的钞票，把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释放到市场上，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当时伯南克呢，他是运用这样一个工具来帮助金融机构摆脱这个流动性的危机，帮助金融机构摆脱流动性危机导致的破产的危险。所以这个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来又演变成叫零利率的货币政策。除了中央银行大规模的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向金融机构购买资产之外，它同时呢还把利率降到几乎是零，也就是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贷款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成本。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而这两项政策的发明人就是这位伯南克，今天刚刚被授予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当然呢，伯南克他之所以创造出或者他之所以发明这个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他有他的理论依据。尽管他这个政策是饱受争议，可以讲有很多经济学者并不同意他这一套做法，包括在美国有很多著名的研究货币的经济学者对他这一套货币政策其实是持批评态度的。比如说卡内基梅隆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货币经济学者叫阿兰梅泽，阿兰梅泽他曾经公开的讲，他说伯南克所搞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打破了中央银行有史以来最基本的规则。那现在当然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到底效果如何，每个经济学者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在我的新资本论里面，我有非常详尽的分析和评论。伯南克发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他的这个基本的理论，我相信就是这一次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的他的主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就是他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研究。1930年的大萧条是20世纪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当时的西方国家经济的全面的衰退和大萧条，而且引发了世界性的危机。所以伯南克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理解大萧条是经济学家的圣杯。这个圣杯是从基督教传过来的一个词儿，他用这个圣杯代表经济学的最高的荣誉。也就是说，谁能够破解大萧条大危机这个秘密，那他就能够获得经济学的最高的荣誉。那当然今天伯南克获得了这个最高荣誉，我们作为经济学界的人向他表示祝贺。那么他破解大萧条这个秘密，他认为导致大萧条大危机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伯南克他有一个基本的理论，这个基本的理论就是叫金融加速器理论。什么叫金融加速器理论呢？其实这个说白了也很简单，我们搞投资，我们做商业活动，我们做经济活动，我们经常会借钱，我们会用我们的资产做抵押去借钱，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加杠杆。那么这个加杠杆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这个经济金融非常繁荣的时候，当大家都非常乐观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加杠杆。
事实上我们几乎每一个企业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房地产大家都非常看好的时候，资产飞速的上涨的时候，你就拼命的加杠杆。买股票也是一样，哎，你今天买了100万的股票，你认为这个股票明天就会翻倍变成200万，后天就会翻两倍变成600万甚至800万甚至1000万，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变得非常的乐观，你就加杠杆。所以金融危机它之前就是不断的加杠杆，好，杠杆加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么必然会出现拐点，也就是这个金融资产的泡沫它必然会破灭。伯南克他用大量的数据分析，就是30年代的大萧条之所以那么严重，就是因为这个金融的加速器在起作用。首先是在20年代股票的暴涨，从非常乐观非常疯狂的这一面起作用，后来崩盘之后，金融加速器就在反向起作用，那么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破产。那么他认为之所以当时金融危机变得如此的严重，金融的大萧条变得如此的严重，是因为当时的美联储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美联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释放流动性，降低利率，来维持金融资产的价格，不让金融资产的价格疯狂的下跌，他就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也许不会那么严重，甚至可以避免。这就是伯南克他最基本的一个发现，或者说也是他最基本的一个贡献。当然他这个基本的发现，这个基本的贡献并不是完全新鲜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早在30年代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他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的问题，他就发现了这个债务通缩的问题。当然经济学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在不断的重新发现前辈所已经发现的真理。当然伯南克他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一些文章，他解释银行金融体系的运作，他解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的机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金融体系的运作，如何影响经济体系的运作，他有大量的文章，也有很多的著作。如果朋友们特别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朋友们希望更多的了解伯南克的经济学思想，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本书。这一本书是我在十几年以前，应该是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在这本书里面，我把伯南克最著名的文章，最重要的文章翻译成中文，而且我对他的货币理论或他的政策哲学做了非常简要的介绍和分析。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对这一位刚刚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思想和理论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本著作。